要不要成为我们的会员？要还是不要？既然你有勇气站到这里，那到底有没有勇气成为我们的会员呢？有还是没有啊？Hace una demostración que usted está convencido en afiliar. 首先要挑出四位女士，腰没有问题的四位，腰没有问题。我们这四位no tiene problema。等一下，下一个环节由你们来，好吧？营业往后，营业往后，这四位啊，来，我们这两位往前一步，我看看，娇小一点的，你过来，啊，你过来，好。然后呢，再找两位。这位和这位，你们俩往前一杯。好了，我差不多了。然后其他的，我们所有的先往后一步，好吗？再往后一步，再往，你们来监督，好吧？你们来监督。来，我们集体往后一步。这八位女士呢，大家看着她们属不属于力量型的？这不，两岁的，都应该属于小鸟依人型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来看看她们的力量到底怎么样。来，跟我做一个动作啊，把双手在背后交叉，把戒指卸下来。戒指卸下来，戒指卸下来，然后双手交叉摆在你的身体后方，然后呢中间交叉，不是手指交叉，对的，然后呢摆在中间留一个人的距离，这边中间留一个人的距离，中间留一个人的距离，好，这边也是中间留一个人的距离。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这些人把160多斤的我撑起来。怎么撑呢？我会把手摁在他们的两个手上，然后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能不能让我悬空起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做不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力量会差一点，是还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来先来检测一下。你们千万不要松手把我撂下去，好吧？注意我的安全啊，一定就你把它住啊，千万不要啪你就把它松开，好吗？千万记住。我谋杀好吗？手不要轻易松开哈。来，我们再试试，他们两个力量非常小。我真的那么胖吗？这弄得让我有点没自信了。这个女士的这个劲非 HRO， 它是像葡萄一样，13到15个 HRO 串在一起的葡萄串。刚才特别弱的两位，对吗？还好啊，一定千万不要随意撒手。来，千万别把我撂下。